我就没有了，没有一个人爱我。谁说没人爱你？这里不就有一个吗？来来，我们拍张合照。来，啊，谢谢。哎，宝儿，你这穿的什么呀？这是，这是。赛车最大的看点当然是赛车女郎了。你看人家 MTM 都有专属的赛车女郎，再看看我们队，不觉得有点寒酸吗？哼，秦轩，你正常发挥就好，肯定能出现。夏纯，你放松点，该做的你都做了，现在该让大家好好见识见识你的实力了。嗯，加油。小纯，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了，没办法完全按照你的特点来调整赛车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别太勉强。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老爸还是不肯来吗？Thank you.
家对你有很高的期望，以后你要好好努力。不当车手，对你来说赛车是可以随便放弃的？还是你从来没有认真过，在你心里赛车就只有这么点价值吗？你现在居然要放弃赛车，你到底把赛车当成什么了？我现在才发现什么对我最重要。谢谢您把我养这么大，以前您说什么我从来都没有违背过，但从今以后我想为自己的目标而活。好啊，掉头。萧纯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的惊人啊！您看到他其实是第八名的位置出发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在很领先的位置了。还有最后的三分钟，到底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？我们好期待。萧纯啊，实在是因为时间太紧了，没办法完全按照你的特点来调整赛车，如果有问题的话别太勉强。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如果我被抓过去，秦雪就危险了，一定要保她活着。你又来了，一会儿对不起，一会儿谢谢。那些都是小朋友，我怎么会跟他们去计较呢？还是你要跟我说让我把宝儿送回去的事情？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那么小气人吗？当然不是为了这些，而是发自内心的想对你说声抱歉。记得我当年第一次摸到赛车的方向盘，就和现在萧纯的年纪差不多。这些年我一直都拼命努力，因为我不允许自己辜负赛车，辜负赛车手的称号，辜负自己的初心。但是却唯独辜负了你。虽然是一号车手，但我还想取得更高的成就。这次风云车队的选拔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所以我一定会尽全力去争取。
如果不成功，我也不会放弃赛车。只不过我会换种方式。我想好了，我就像老爹一样，就去做孩子们的教练，培养年轻车手，把他们送上领奖台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有时间好好的完成我们的事了。谢谢你这几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，我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秦轩，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所以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这场选拔赛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有没有受伤？你看看我，哪像受伤的样子？你竟然会帮我，谢谢了。行了，大家都是队友，真高兴有你这个兄弟。恭喜了。